一年有365天，365次6点钟闹钟响，365份早餐，每天都一样无趣，一样的课表，一样的人，一样的路径。现在连唯一不一样的都离我而去了，一成不变的每天，每天，每一天，真是令人厌恶，厌恶到了极点。喂，你怎么还没来学校？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去学校，然后跟老师请假。哦，好，我帮你跟老师说。嗯，拜拜。是好